自从马伊琍和文章离婚后，两人都减少了出席活动的次数，显得非常低调。而近日，马伊琍在新剧《在远方》发布会上分享了自己新剧拍摄感悟。她表示，在感情中要面对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，并且强调是人就有七情六欲，就会犯错。而马伊琍这些话疑似在借新剧谈自己的感情状态，许多网友都纷纷赞扬她处理感情问题非常通透。可也有网友对马伊琍的说法存在质疑，认为遵从内心的声音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仍然不容易，认为马伊琍是在借新剧标榜独立女性人设。事实上，马伊琍在新剧中饰演的陆小欧就是这样一个在生活、工作和情感中独立自强的女性。马伊琍也称陆小欧是自己的榜样，自己仍然有需要继续努力的地方。无论如何，对于马伊琍而言，离婚后她未来要走的路依然很长，希望她在工作上能够更上一层楼。